各位好，我是民进西城三联支部的会员，然后这个承蒙严老师邀请，然后过来助兴。因为我现在是做语文教师，语文老师，然后以前呢是做这个对外汉语老师，就是教外国人汉语的，然后曾经在教学的过程中呢出了一件趣事儿，后来改编成这么一小作品啊，这个咱们过节的时候也都欢乐欢乐啊。那话不多说，请大家欣赏快板书《玛丽诺》。上厕所的时候一般不会喝，